Yo， 欢迎来到 DBS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俄国顶阶金币车 T72 在城市作战中是否也像车臣战争一样悲剧，还是新一代 T72 有卷土重来之势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是 DBS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